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下蜂群在繁殖的过程当中，巢箱和寄箱之间不放隔网板蜂群繁殖的效果。下面我就打开蜂箱大家看一下。这是一个双网繁殖培育壮群，
Thank you.
这是一个三响体繁殖的蜂群。这是下边的第一个迹象，